嗨，伙伴们好，吴东说跑步，关键时刻佳明手表是怎么救我的？我们先来看一段影像。早上我在越野跑，对，确实比较黑，那时脚一滑没看清。越野跑，打开 Connect 看，那天早上开始我在跑步，在 8.59 公里之后，对，这个叫 Instant Detected， 在我摔倒的时候，我的佳明手表它察觉到了这个摔倒了，然后它把我的坐标位置发送给了我的紧急联系人。那之前我做了什么呢？和大家分享一下，当你佩戴这个手表的时候，第一个你要做点击安全与追踪、事故检测与辅助，对，然后你选择接受。好了，以后当你摔倒的时候，你的信息就会发送给你的紧急联系人。在这里输入你的紧急联系人是谁。我举个例子啊，如果吴湘是我的紧急联系人，那天早上我一摔倒，他的手机就会响起来，我发生了紧急的事情，我的坐标在什么地方，请你赶快救救我。亲爱的伙伴，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，但是关键的时刻，特别是你一个人去跑步，如果你碰到这样的问题，关键时刻可能能够救你。不要把它只当作一枚手表，它是一个运动的教练，它在关键的时刻能够解救你。我是吴东，和你分享。